Excellency. 帰国の戦闘機が堂々と攻撃を仕掛けてまいりました。これは重大なる挑発行為であり、日本政府として帰国政府よりのご説明を伺いたい。 Sit down. Mr. Murai, Robert Shorter is a salesperson for a commercial aircraft company. The flight he took was from commercial aircraft at an exhibition.This is everything to do with Mr. Shorter's recklessness and nothing about the U.S. government. 何はともあれ、今回の空中戦により我が海軍の小谷進む隊員が命を落としました。帝国政府として相応なる賠償並びに今後、このような事件を起こさないことの保証を要求いたします。Mr. Murai, as I said,This has everything to do with Mr. Shorter's recklessness an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U.S. government. But I noticed Japanese warplanes have bombed non-military targets, includ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the East Library, resulting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ousands of antique volumes. What do you have to say about that?商務員書館を中心とした上海の文化機構は長きにわたり日本を害する書籍を出版し反日感情を煽ってきました。今回の爆撃はそれに対する報復行動です。Oh, I see.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Robert Shorter is sort of a cowboy.First start trouble, then start a war. That's a trick the Japanese military, no, the whole country has always played. See, that's why they sent only 2,000 sailors against the stronghold of 30,000 in Shanghai. It's a provocation. It's ridiculous. It's arrogant. Yes. We also need to notify the League of Nations that the affairs in Shanghai of interest to both European and American interest. We also need to askBoth parties to come to an immediate truce. Excuse me, please open. Hey, there are many reporters. Excuse me, let her through. 小妹，明知众寡悬殊，十九路军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之躯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将士流血报国的精神让人感动。所谓国难，是既有外患，又有内忧。驱除外患和解除内忧，都是政府的职责，二者不可偏废。美玲，在这个时候，举国上下各个党派，不分男女，不论老幼，更应团结一致。小妹，大姐，我在上海交通大学部分校舍创办了一所拥有300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我们待会儿去那儿看看。好，这些棉衣都到了。哎，小伙子，你穿上试试。是。挺合身啊。快看，啊！哟，你们看这姑娘，还要捧着炮弹拍照啊！来，大家合张影吧，真有趣。行，好好好，请，哎，请，你先请。是啊，谢谢。建国方案，国民满洲国
元首称号，执政年号大同，国旗五色旗，首都宽城子，新国家的政治民本主义，新国家的管辖地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及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车索图各盟。就以上这些，请在座的诸位发表意见。本人对元首的称号为执政略有异议，总统就是总统，主席就是主席，执政叫起来不顺耳，好像执政和听政有些相似。那么执政后是不是还有个摄政呢？新しい国を作るからには新しい印象というものが必要だ。総統とか皇帝とかいう名称は今のこの時代の流れにはそぐわない。執政の後に節制を置くか。我が関東軍は我が日本国としては国防並びに外交を除いては全て新しい国家によって管理されるものと考える。可是土肥原贤二在天津靖元劝宣统皇帝时可不是这么说的。私が申し上げたのは、新国家の体制は帝制であり、皇帝と呼ぶかどうかについては皆様方の協議が必要ということです。現在執政と呼ぶようになったのは皆様の協議の結果ではありませんか？我个人愿意理解，可是宣统皇帝人在大连，如果以执政的名号即位，恐怕会有麻烦呢。問題など何のことはない。問題を起こすも収めるも得意とするところだ。それでは、もし異議なくば、没有什么异议，ご証明を。就请签字吧。それではここに発表いたします。我宣布張慶慶氏を東北行政委員会の委員長として建国の所持を取り仕切ることとし、建国日は1932年3月1日、場所は長春。还是不敢，没你想象的这么难，放松就好啊。嗯，来，哎，哎，不错不错啊，很好很好。哎，上上上，哎，对了对了，你扶着我。哎，挺好挺好，别停啊。皇后，你不能离开这栋楼。什么意思？滚。嗨。怎么了？不去了，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我受够了。皇后。哎，十四哥哥。皇后，皇后别生气了。十四哥哥，皇上有请。
杜真，我听说板垣征四郎已经到了旅顺，他为什么不来见我？郑老在讨论建国纲领的会议上顶撞过板垣吧？是的，十四哥哥，为教执政一事。这就是关键所在。皇帝改称为执政，然而我想执政乃我国史上从未有过，大家也没听说过，所以我觉得不妥，那又是皇威，他们如此冠冕堂皇地架空出这么一个名头，实在是居心叵测呀。没办好，这事儿没办好。皇上，老臣该死，老臣该死。我可是从板垣那儿探到一个消息，日本人已经接触过预言了。皇上要是再在这儿端着，等关东军去请他出来，那皇上可未必再有人叫您皇上了。等到那个时候，天津回不去，奉天也去不了了。陸海軍連合参謀会議の命により、以下の部隊を上海に派遣し、作戦行動に入る。此时，日本陆海空三军兵力在上海已达三万人。植田谦吉总指挥的第九师团在吴淞口登陆完成，日军对上海的第二波攻击随即展开。连长，连长。连衣来了，连长，连衣来了，连衣来了，连衣来了，好，连衣来了，连长，太好了，连衣了，有连衣了，有连衣了，哎，不错啊，给受伤的弟兄们，流血的人怕冷，是，哎，谁送的？蒋夫人送的，还有孙夫人，蒋夫人，你真的见到蒋夫人了？哎呦，见到了，长什么样？和报纸上差不多。哎，行了行了，赶紧的赶紧的，送去啊，是。连长，日军军舰又在攻打吴淞口炮台了。快看，吴淞口炮台开炮了！是啊，
1月28日から英国や米国は上海での貿易の激減により相当の損失を被った。それに戦争による生活への不安を抱えた英米の居留民は恨みとそして反感を抱き我が国の政策にも影響をもたらしており、このため陸軍部は白川義則大将を派遣軍司令官に任命し、第11師団と第14師団を主力として上海に増援する。岡村は上海の状況に詳しいから、この度の白川大将の参謀長をお願いしたいが、何か意見はあるか？国際関係に配慮し、今回の派遣軍の上海上陸地点は極力疎開を避けるべきです。とにかく急がねば。国際連盟は3月4日中日紛争に関する会議を行い、調査団も間もなく中国に到着するようだ。連盟の会議の前に上陸を終え、我々に抵抗する中国軍を殲滅せねばなりません。Since the January 28th conflict, all the consul generals have requested that there be a treaty talk. Unfortunately, Japan has denied our request. It's very regrettable. 軍事衝突が起きたのは中国軍が広北から軍隊を撤退しないことによるものである。完全に我々の自衛的行動であります。 Jabei is not part of the consensus area and Japan should immediately withdraw its troops.東北には多くの日本人が住んでおり、日本人が住むところは日本軍が保護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I don't care what your reason 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war has become a threat to the French settlement, and it has impacted the business trade between France and China. Exactly. A lot of things have changed since the war.More seriously, the Japanese army allegated the artillery bastion of the public settlement. They have violated the Nine-Power Agreement. So you see, both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should withdraw their troops and let the third party be in charge of the area.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Guru の総領事、大日本帝国と中国を同じ位置に並べるのは Well, in this case, we should request the arbit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Moreover,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ask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vestigation team to look into the matter in Shanghai. どうぞご勝手に。 As you wish. These Japanese are so unreasonable.军长，上峰命令十九路军撤出赵北。什么？哦，你再说一遍。撤退。咱们打过败仗吗？听说国联开会讨论中日冲突问题，上峰说要给各国留个好印象。一支没有战败的军队，却要奉命从自己的国土上撤退，这是对咱们军人最大的侮辱。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上海抗战，自1月28日23时30分被迫打响，上下用命，前赴后继，苦战越狱。中英日军两个增援师团的太仓登陆，第十九路军腹背受敌，遂于3月2日撤出战斗。从被迫迎敌到被迫撤离，第十九路军用历时34天的赤胆喋血，把一份军人的忠诚与光荣留在了上海。
1932年3月9日。一心想要复辟的溥仪，终于被日本人送上了伪满洲国的庆典红地毯。日本人很吝啬，送给溥仪的名头并不是什么满洲国皇帝，而是满洲执政，听上去怪怪的一个头衔。建年号为大同，国旗为红蓝白黑黄五色旗，定都长春，日本人称之为新京。满洲国执政，爱新觉罗溥仪先生就职仪式开始。刚收到的消息，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溥仪出任执政。这个民族败类竟然甘当傀儡啊！除了溥仪，还有郑孝胥等一帮遗老遗少，这些人为了复辟不惜认贼作父，真是可耻可恨。溥仪的出场并不是简单的复辟，伪满洲国也不是清王朝的延续，它是日本分割中国的步骤之一。日本侵占台湾就是这样啊，首先是军事高压，然后是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接下来就会是殖民化统治啊。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溥仪啊不会有什么尊严，他和他的皇民也不会有什么权利，最终无外乎啊都将沦为任人宰割的亡国奴。中共满洲省委日前已发表宣言，反对伪满洲国的成立，红军也应该行动起来，要准备迎接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总而言之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有所行动啊，红军要积极向外发展，一定要将日本帝国主义早日赶出中国。嘿，陆俊先生说得好、啊、夫人所言有理啊。廖夫人你来了。你知道吗，出大事了，日本人扶持废帝，在东北成立了伪政权，他们宣布成立满洲国，参加会议的呢是东北的什么四个巨头。哦，到时间该放鸽子了。诸位说的都切中要害，日本人扶持这个傀儡政权，为的绝不单只是东北三省这么简单，他们下一步直指华北，然后图谋全中国。蒋介石不顾全国上下一片抗日之声，实在是可恶之极啊。蒋介石信奉攘外必先安内，对外他消极抵抗，对内又集结军队对共产党红军发动大规模围剿。用续犯停工的一句话来形容蒋介石再合适不过了，井底孤蛙，小天小地，自高自大，侧中怪石，不忠不正，又臭又硬。
不忠不正，又臭又硬，蒋介石确如侧中怪事。薛老先生的这个讽刺酣畅淋漓。我还给老蒋准备了一份大礼。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无柴妇女闻，怨妇沙场死。将我巾帼伤，换你征衣去。好，好，好！我要把这份大礼给老蒋寄过去。Mr. President, Japan held Puyi as a hostage in the northeast China, and established the so-called Manchuria, which is the puppet regime supported by the Japanese Guangdong Army in the Chinese territory. Its essence is the violation of Chinese territory. He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irmly refuses to recognize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 議長殿、満州の建国は日本が迫ったわけではなく、満蒙人民が自ら選んだものです。Silent. Silent. The League of Nations has appointed the panel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in China. Until we hear the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of that panel, it is imperative that we do not recognize the regime of Manchukuo at this time. The facts are that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the Northeast China area is in violation of the open door policy and various international treati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hence does not recognize the Manchukuo regime as it's in a violation of these various treaties. Это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заговор. Я не понимаю, они что теперь? Всегда будут указывать на ошибки СССР. 大家都晓得了。日本在东北扶持了一个政权，国号大同，并列溥仪为摄政。大家是什么想法？这个毛孩子还是做了日本人的狗，狗飞到天上也还是狗。他现在想一心搞复辟，就去做日本人的傀儡政权皇帝，绝对不能容忍。不管他是做狗还是猛想复辟大清帝国，现在他只是个民族的败类。发布中华民国逮捕令，逮捕溥仪。满洲可能和南方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加上伪满洲国的建立，那里正在殖民化。早在几年前，那里就有他们的开拓团，他们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将东北人的命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再加上那里文化落后，教育程度低，政治觉悟也不高，更没有经历过南方那样大革命式的洗礼。还是要坚持我们党在九一八后发表的宣言里讲的那样，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争取人民，这是我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但是最关键的还是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打出个样来。留守败犬，枕戈待旦。今天李天白终于可以把队伍还给马占山了。马占山去沈阳，马占山走长春，每一步行踪，记者盯着，百姓盯着，日本特高课和中共满洲省委都盯着。在马占山南下沈阳的三个月间，李天白经由中共满洲省委秘密推荐，已招收了两批十余名学生兵入伍，担任了基层营、连、文化教员。
保不着。哎呀，部长，给我起草通电，我马占山还要抗日。来来来，先坐下。哎，那银票上的钱都提出来了，绕了一大圈没白跑。钱有了，枪咱就有了，重要的是把重要的军事物资运过来。哎，现在该是咱重整旗鼓的时候了。有一件事儿，我一直瞒着您。我早就知道了。您早就知道了？你是共产党的人，我早觉出来了。要不然，我也不会把队伍交给你带。好样的，谢谢你这时候帮我。应该的，不过我不能再帮你了，组织上给我安排了新的任务。带上的金条，这次我得谢谢你。不用了，那我先走了。马司令，您自己要多多保重。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我们作为军人，守土有责，身后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同胞，所以誓死抗战，誓死抗战，坚决不作。1932年4月上旬，马占山在黑河重组黑龙江政府，誓言一息尚存，永远抗日。此时马占山的抗日在东北三省再不是孤军作战，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由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和陆林队，各种民间抗日武装演变而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已成燎原之势。在辽宁，有黄显生、耿继周的义勇军，唐聚武、邓铁梅、苗可秀的自卫军。在吉林，有李杜的自卫军、冯占海的义勇军、王德林的救国军；在黑龙江，有苏炳文、张殿九的救国军。至1932年夏秋，东北三省义勇军总数已发展到50万人以上。而在这一路路抗日武装队伍里，活跃着若干李天白这样的中共党员。据日本陆军省战报，截止1932年6月6日，关东军在918事变以来不足一年时间内的死伤总数仅4163名。金九先生，成功了。继续实验，让成功率达100%。好的，我们一定全力配合你们。전생림영도했던동경사건에서일본천황에게선물로했던폭탄이폭발했더라면우리모두망명안할것인데요자가기전기념사진을한장찍죠예예
4月29日是日本天长节，裕仁天皇的生日。侵华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祝捷会，以庆祝硝烟未及散尽、历时34天的淞沪战事胜利。田村さんは先月は大佐だったが、今では堂々たる陸軍少将殿だ。恐れ入ります。聞くところでは蒋介石は交渉に臨もうとしているようでありますが、公使のお考えをお聞かせ願えませんでしょうか。慌てないことです。引き延ばせば引き延ばすほどこちらの価値が上がるというもの。なるほど、で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近々、岡村参謀長殿はまたまたご昇進となりそうですね。是尹凤吉被日本陆军第四师团军法会议判处死刑，年仅25岁，瞬间的定格，转瞬成为永恒。为尹凤吉的自制炸弹送命的有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日本驻沪居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真次、野村吉三郎中将瞎了一只眼、植田千吉中将丢了一条腿、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这一条伤腿虽然还在，却让重光葵此后的外交官生涯永远失去了平衡。1932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正式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这份协定使日本在上海更多地区获得了长期驻兵的权利，中国军队反倒丧失了在交战区驻兵的权利。谁向千万忠魂深情仰望？